欢迎使用亚萨多终端摘送系统，我的代号是。这里是矿山外围，你们要消灭这个区域的氧，开启下个区域的入口。我看是要请一个礼拜的橘子汽水才对。高斯巴，能扫描到这些样的弱点吗？不能啊。那你能做什么？拉拉队。前面好像就是入口了。增加一个贝鲁层反应雷达了。哇，有这闲钱，还不如先给样化装甲优化下臭感反馈。人丁不旺的部队，亲儿子还被改装成战术终端，穷啊！哎，等等，装甲上什么时候安了触感反馈？手感不错。可恶，回去就拆了你这个变态废铁！什么？居然敢说被博士老爹改造得如此完美的我是废铁？居然不否认是变态吗？别斗嘴了，我好像感觉到了样的气息。Sanity! 给我中心，准备回。不，我们可以。
Gaspar， 你的手滑得很及时啊。小心回去后你老婆知道你的心事了。有乌鲁米天天罩着我，我才不怕呢。手自测试，所以说会有点不行。我感觉哪怪怪的。画质哈。生命释放。这个角色只能用剩下三个角色呢，需要进行节省。你说呢？这个打击感，散弹是吧？是。这声音他们也太……
啊，这个我怎么感觉没有钱滚翻了？不能啊！那你能做什么？拉拉队。前面好像就是入口好粗糙啊，这个太粗糙了。